战火。我要见人哋用银火刀。火龙系列系咁上下噶啦，踢咗佢咯。佢整银火大战嚟要。红棍又唔好用飞长爪啦，屌！抢我个头！Oh my god！ 唉，只豆腐都同你讲。梗系啦，唔通而家射咩大佬啊？你威你赢，好似啲阿叔咁讲啊，威过威士忌啊！
明啊？你点啊？你点咪一点都未够？等我重新评估一下呢个排行榜先。喂，你可以撞多次的，接待商叫做完啊嘛，梗系翻嚟啊！冇错，买翻只手指挂机啦，阿姐。点样挂机法？啊？冇错，好似你睇下澳门有冇得买啦？澳门可能有咧。点样用法？好简单，只要用电脑。我冇试过啊。其实外挂都系咁样嘅啫，类似啊。咁挂眼机嘅时候，嗰个人物会做啲咩咧？咪挂眼机嘅嘢咯。佢最摩之地都刮一百次咁樣嗰啲咧，你唔會去刮啊？用手動。谭希儿喎，靓唔系话卅几噶咯，阿辉啲眼光，阿辉捧住一个心态就系好臭都系肉。
佢唔係話樣衰，但係佢唔係話靚。佢唔係樣衰嘅，但係唔係話靚。你要化曬妝啊！元武年都變靚女啦，大佬啊！唔係梯檔咩？而家拍戲嘛，新年好似有新年。誒，唔係你唔會係唔係睇故事，唔係睇咩嘅，純粹係睇個氣氛咯。只可以咁講。但系黄子华所有嘅嘢都唔啲收视都唔差嘅，电影系难啲咯。反而佢客串嗰啲就好啲。唔系，因为你始终你电影时间太长，你冇可能成两三个钟头都咁无厘头啊嘛。佢本身都系无厘头噶嘛，大佬啊，咪撞死佢咯，撞咗。死埋咯！个炸弹嘅装饰嚟嘅啫，我攞嚟做呢、這个，我攞嚟做呢个视觉嘅矫正嘅啫，攞嚟纯粹俾我攞嚟教位嘅啫。我就系谂住唔拍咧，就撞唔中，拍咗咧就肯定中，但系唔中嗰四个炸弹啫。嗯，叮，唉，哇，好多都空恶龙咯，喂，咩事啊？又系得三个币啫，哇！喺夺气体术，标本注意。